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廖一辉，欢迎收看《时间作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你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像过去一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抓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做得很辛苦，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常会有很多致命关键，包括股票套牢同时不会去停损它，让自己的部位会越套越深。股票呢总是报上报下，资金的运用上面没有效率，持股过于分散的结果是到最后会非常难管理，甚至呢会多不会空，行情永远只能做一半，每次等到行情下跌的时候就只能注定赔钱，进出没有证据去支持，所以最后只能靠用猜的，买卖点常会慢了半拍，让自己的风险会多出更多来。因此呢，各位可以好好去想一件事情，你目前的操作是一个主动操作还是被动操作？在资金效率的部分，能不能去主动积极的创造获利，还是总是像过去一样消极死抱抱手上的股票等它上涨，浪费会很多的时间？在风险控管的部分，那么在风险出现的第一个时间点直接控管在最小范围之内，还是总像过去一样任由亏损持续不断的扩大，然后不去理它，到最后完全没有办法收拾？在进出规划的部分，那么在进场之前很明确先把进场停损停利三个价位先一次先把它规划出来，还是总像过去一样先进场再讲，完全没有任何规划，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你的操作是一个主动操作还是被动操作？就同我跟各位分享的，操作一旦陷入被动，当行情出现变化同时，股票一旦套牢的同时会很难翻身，甚至越套越深，因为在从头到尾的操作当中完全没有任何的规划。相反的，因为操作是一个主动操作，所有部位都掌握在自己的规划里面，不管行情怎么样变化，你的财富仍然可以很快速累积起来。而跟着作手系统去做，一定是一个主动操作。而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价位一次的各位，我坚持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见为凭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旧怪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笔大进出一定都是百分之金，一定是百分之金买档，一定要百分之金卖掉一档之后超前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11月17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你的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190万利润了，而你的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90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是在软体帮自己炒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的报酬？因此呢，就在节目当中会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痛的时候，此时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
就同你所看到的，在十二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6.8万。系统告诉我们，今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十二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 A、B、C 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十二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了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 A、B、C 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住在轿上面的别人，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0.9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4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20.9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挑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带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让大赚变小赚遗憾又再次发生。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4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20.9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14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4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立台这样票，赚它最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4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了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立台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别人，短短的一天两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5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家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一样的报上报下，还是一样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5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10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15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5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台药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5号也就在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翻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台药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别人谈，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20.7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不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9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20.7万。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单档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你如果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要浪费了三天时间。但是，当拥有新经验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9号这一天，这样股票100万赚了20.7万，系统告诉我们，今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在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19号这一天，我们应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还是一样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19号这一天，操作可以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直接选股。三秒钟时间，我们发现事实：19号这一天完全选不到任何做多股票，怎么办？当然，改换一键选股空改做空，一样是执行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空中磊这样票，赚它空头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9号也就在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的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空中磊这样票，赚它空头最好赚一段。K 线还没有大跌的时候，赶快空了，再次的领先市场。短短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4.6万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金牛而已哦。事实上，从12月8号到今天，10个交易的时间，你100万。透过新金牛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73万利润，而你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73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吗？还像过去不能是按软体帮自己操股票吗？很多投保在市场当中都很想要知道，如果用最短时间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市场并不难，但是一定要完完全全敢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资金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档票，不能像过去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然后呢，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赚最好赚一段，也不像老白投资观念一样总是消极死抱不抱，走上股票等着它上涨。再来就是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买卖点，更不能像过去一样进出的时机常会慢了半拍，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很简单。做操作一定是100%资金集中操作单档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有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积起来。很多投保股票为什么做得很辛苦？原因很简单，当你没有办法掌握住一档股票最好赚买点的同时，总是会像过去一样买着股票会等它上涨，可是一等不知道等多久。所以呢，买在最好赚的买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希望股票买在前面，而浪费很多时间在等待它上涨。甚至买进之后还要先被套牢，要等解套，更不希望等到大涨一段之后要帮别人抬轿再去做追价。
所以呢，跟着做手系统去做很简单。我们要的买点永远只有个买点，就是一个阶段当中最好赚的买点。就同这张股票，你有做手系统，在这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一定看到同样的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好赚的买点，而且是唯一的买点。既然在这么简单肯定的情况下，就不需要考虑了。我所有客户在要买这一天这个做法，百分之几买进，让好事很自然发生。那相同的，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一档股票，因为涨是赚钱的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个赚钱的办法，让每一档股票都来帮我们赚钱，而不是死抱一档股票，死抱的一档股票等着它上涨，它会太浪费时间了。相同的，很多投资者做的股票会做得很辛苦。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股票不会永远涨不会跌，会涨也会跌才会正常的。既然会涨也会跌的情况之下，别忘了多空都可以赚它最好赚的这一段。你不能只是说只能会做一边上涨的这一边。如果每次只会做上涨一边的同时，那股票下跌怎么办？大盘下跌怎么办？难道一定就是一旦大跌的时候就要赔钱吗？然后不但不能避开， 还是要让自己手上股票持续套牢吗？当然不是，对不对？所以呢，别忘了一件事情，多空都可以赚它最好赚这一段，方法都是一样的，只是方向只是相反的。就同这张股票，你有做手系统，在这一天，我们所有客户一定看那个事实：周线多，周线空，日线低跟绿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后的卖点，也是最好空点。所以，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你会因为一档股票下跌而受伤吗？你不然不会因为股票下跌而受伤，反而可以积极去赚它空头最好赚这一段。所以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多空方向只是一个相反的方向而已。所以不管行情涨跌，我们都可以持续稳定的把财富累积起来。我们可以再看那股票，事实上都是一样道理。包括这样股票，在这一天，我们同样看到的事实：周线空、日线低跟绿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以来最后的卖点，也是最好空点。所以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股票下跌同时，你不但不会受伤，反而可以积极去赚它空头最好赚这一段。所以也就同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股票不管涨或跌，行情不管涨或跌，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自己财富累积起来，而不是说只有股票涨的时候才能赚得到钱，下跌就一定要注定要被套牢，下跌一定要注定亏钱。所以就如同我跟各位分享的，当你观念正确，然后有正确方法的同时，行情怎么样的变化，都不会影响我们累积财富的速度。也同样的，我永远只相信一件事情，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想要跟着新金融观念创出比标跟标获利，事实上并不难。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热线02-2389-8029，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热线02-2389-8029，02-2389-8029。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我跟各位分享一样，当拥有做手系统去做期指的同时，中就一口单，百分百当冲，完完全全没有流仓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加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十一月一个月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685点。12月呢，25天过去了，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951点。当然，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06点，但是很多投保指数会做很辛苦。事实上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操作指数的过程当中，常会很多字面关键，包括一遇到盘整盘会被多空双杀，市价追单有严重滑掉问题，进场之前没有办法先把停损停利先把它找出来，所以常常操作上面会慢了半拍，加上你所使用的软体买卖点讯号会消失，还有太多的参数模组周期完全不确定，要让你自己去猜的情况之下，做起来当然会非常辛苦。而跟着做手系统去做，事实上很简单，在进场的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交位一次都会先给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100%，完全不会滑掉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会跟各位对价对时，然后呢赚的赔的全部会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用刻意猜。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06点。相同的，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每一笔加讯号，接第一笔加讯号在8:55的时候，也就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挑空盘同步做多讯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下，这今天第一根 K 线在灰色线上，线下变线上转折，线上是红色的，同步做多。但是我说过，8:55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颜色是一样的。哦，所以收盘收定，我们直接设收盘价，也就是14232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哪里？追来到14208，所以定价100%全部穿成交。但是绝对不要忘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的压力区，一口单挣41点，记得先把它发一口袋，再等今天第二个机会。今天第二个机会有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还是一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也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灰色线下，线上变线下是转折，线下是绿色的，所以同步做空。因此呢，我们一起来看哦。因此收盘收定的时候，我们必一样是设收盘价，也就是14246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而下一根 K 线最高来到哪里？最后来到14259，所以定价100%全部穿成交。但是也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可以规划支撑区，一口单挣65点，记得再把它放口袋。也就是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